们志工送给张贝贝的礼物，我们祝福他幸幸福福、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张贝贝，我们永远爱你。贝贝，你一定要回来看我们哦。很感恩啊，医院里安排一个给我有机会向商城这个各位啊，先说一声 CB 晚会 CB 的这个机会，说一声这个谢谢。行医大概有50年，这样就50年。那么你这等可能要问我了，但是你这个行医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感觉怎么样？我这个感觉到，当然是有啊。我感觉到我最难过的时候，我感觉到最伤心的地方是，当年离开家乡的1949年，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大概是10分钟都没有这个不到，这决定我就离开了。我在最难过的时候，我们离开的时候没有向我父亲回答，告诉他我也离开家乡，所以我想到这一点是非常难过。等到我再回去的时候，已经天人永隔，再也见不到他。早安，师傅早上班了。哎，是早。今天有门诊啊？今天有门诊，最后一天了。今天对呀，今天可能还要休息。最后一天的心情怎么样？很好啊，平常心啊。13年来，张凤刚医师就是骑着这一部单车上下班。今天是他在玉里慈济医院最后一天的看诊日。习惯早起的他，依然神采奕奕前往医院，完成这个人生阶段。从早到晚了，今天。对啊，今天对。最后一天还那么精进呢。哎呀，这是还是一样。今天这个算晨间门诊吗？今天啊，哎，今天礼拜四因为要开会，对，今天晨间，现在晨间门诊停了，停了，对，本来晨间门诊都是几点？在6点。6点，嗯，哦，那不该更早起床？对啊。今天最后一天穿医师服哦。对啊。以后还有机会你还有啊，人医会啊，就是当志工啊，这有的机会还是有啊，所以还是有机会穿到。对对对。可以了吗？先坐。哦，今天是老公看。可以啊。老公请坐。怎么？你哪里不好啊？哦。在巴山大，今天人哦都穿衣服哦。好 ，OK， 好。好，医生，你今天最后一天了。年龄大了，太辛苦。舍不得呢。医生也有病的，你不说了，我不讲你了，对不对？最后一天你在红岛医院的时候就开始看。对。Okay. 会不会舍不得？舍不得啊，怎么办？舍不得啊，退休就退休啦。这次当初我先去接的时候，为什么现在要退休呢？只要身体个人的身体方面，一些健康情况有了有问题，两三年以前眼睛不行，眼睛一直慢慢退化，所以视力现在慢慢的不好，所以我也很远的地方看不清楚哎。舍不得，我会掉眼泪。会掉眼泪啊？为什么？没有，以前我在红岛的时候，差一点点会这样子。如果医生给我救，是啊。如果他没有的话，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对呀，就这样啊。好了，谢谢啦。在病人眼中是救命恩人的张凤刚医师，拿着听诊器行医救人。他说那是19岁以前都不曾料想过的事。
因为每一个逃离大陆来到台湾的人都梦想会有重回家乡的一天，然而梦想随着时间一一幻灭，家乡的情景也只能在梦里出现。其实哈，你说我每月在，其实我这个在学医的方面，我从小就没什么要立志当医生。我其实不跟我有个影像，我的十二岁那年的时候啊，我爸妈给我算命，我在外面听，后面听到了这样，哦，他说他这个孩子啊，他算命命理上面，他是可以学医的这个心思在里面。他将来有学医的有这个可能。那时候我的年纪很轻嘛，我没听过就算了，到了台湾当兵没办法，对不对？你这要么在这么当，别看你回不去啊，那就没办法了，那就看看想吃肉了。后来在这自己看书啊等等等等，那时候那个就是一个机缘，到了在当兵，后来在一个军医训练班，后来呢当了这军医了以后啊，看看也没有执照。后来那个时候呢，自己也是加上自己家里的功夫，才考进了国防医学院的医学专科部第三期。我那个时候，那个人生转了一点。我记得那个时候一毕业的时候啊，国防医学院毕业了以后，当时就分发到那乌丘，就是乌丘了。那一年的经验是真是跟我经历了很多。怎么说？对啊，在那个地方，那里到那个医院的时候，我一个人呢。他们虽然讲我是首席军医，那当时乌丘的话，一个加强营啊，大概1300到1500个人，开刀都在碉堡里面。那当那个条件的话是可难的了，他说都经历过来了。他那一年的话，真是叫阑鼻炎呐，有个锯腿啦，给他锯过的了哈。还有这个外伤的啦，失血过多啦，这个病人的话，哦，这个经历过很多。张妹妹有没有变很多？她不会什么变？没有什么变啊，变老啦。变老了，就是，那是难离的嘛。大家都是，我太老，我也老了嘛。你几年没见了？50多年了，半个世纪啊！还有病人嘞！OK。谢谢。不认识我吧？谢谢。他是谁？我在心里好像想不起来了，好吧？对。哎，你怎么叫他？50年前啊！50年前，乌丘。乌丘啊？对，在乌丘。啊，对。没想到吗？你还是那么帅。乌丘，你是啊，林阿寿啊，林阿寿，我看到林阿寿，哎呀，谢谢林阿寿，哇，你是胖人，我一听就是你，我记得很多，对啊，谢谢，你还是老样子，谢谢，哇，这是我们这老同事了，哎呀，真是认识那么久了，对啊，50年就乌丘，听说你在这边，特地专门来看一看，拜望一下，对。你是我记得我们乌丘的小帅哥啊，第一个在那个乌丘结婚的，你晓得吗？对。但当初乌丘有个美女啊，她给他娶走了，对不对？对。张妹妹还有这位女士啊。对，我晓得，这是我们。嗯。张妹妹。哎呦，你别客气了，你这个是媳妇。哎呦呀呀，感恩。我们祝你感恩媳妇的。哎呦，你这是感恩，谢感恩。真的，他的老爸，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刚跟他们讲，我一直很后悔那件事，就是我爸爸在病危的时候，他说他要去找张女士，我不让他来，他说他会照顾我，可是我说你不行，我现在非常后悔这件事。可是我们全家都对张贝贝很感恩。哪里，我们这是老朋友了。来，哎呦，这个老同事了，哎呀，这个小帅哥跟着。哪里？来，这边起来。小一个吗？阿寿伯，现在阿寿伯了。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我们同事啊，同事，这个张光，张光部署，张光部署，张光部署啊，对，张光部署，吴秋，哎呀，这吴秋，他是医生嘛，我们小护士呢，哎，你是小护士啊？对，你别讲啊，我们今天我们都是命大，命大，我昨天是讲的了，吴秋那一年的话，他共产党也打你吴秋啊，真的很紧张的，很紧张，碉堡啊，那碉堡那给你写了。真的打了，可能也不怕了。反正发出去了，什么都忘了。豁出去的也不怕了，对。谢谢张，哎，张医官了，一定要张医官，不要轻敌，张医官要轻敌。张医官，还是有那个。不要轻敌。哎呦，这谢谢你，谢谢你。以前哪一个比较帅？张老师啊。张医官比较帅了。要是我这么帅的话，我一扭了就无趣了。五十年未曾谋面，到今日的探望送行。半个世纪前，在金门乌丘岛上结为生死之交的故事，结局或许并不完美，但珍贵的情谊却已在乌丘岛上历史流芳。小的时候就一直记得嘛，反正有台湾有一个，就是印象中爸爸有几个朋友，一个叫张凤刚，一个叫周忠林，然后反正印象中，然后就我记得当时有记那个什么茶叶啊，羊羹哦，他爸爸就会写信跟寄紫菜，那每年紫菜，对，就他们三个人就这样一直通信，一直到我爸爸病危，我才搞清楚说他们可以写信写个快五十年，然后中间根本没见面，可是到我爸爸病危的时候，张贝贝会从玉里到龙总去，就是他们三个老人家之间就是这样子在互动，那爸爸不在了，可是他还是要去做这件事。3月14号，我爸去世那一天，然后周医师刚好从加拿大传真一封信到张贝贝这边来，就在形容他们三个就是对我爸爸病危的一些看法，然后就怀念回忆起当时在乌丘的情境，然后信的最后面就是张贝贝写了一段，就是很感伤，他收到这一张还没来不及拿给我爸爸，就听到我家打电话来说我爸爸走了，我会一直想要来看张贝贝。一方面是张贝贝身上有乌丘早期医疗资源缺乏的那一段的记忆跟辛苦的历程，那再来一段就是说他们这一辈的老人家在台湾进步的过程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很辛苦走过来，可是从来不会去仇恨或是为了钱去算计做任何事，终其一生其实就一直默默在奉献，就像卫生兵，当时的卫生兵到现在看到他的长官的时候，他都还是老医官，就是那种情感的纯真跟对事情的投入，我自己是觉得很难找到。仅仅一年的乌丘行医路，换来的却是面对生死的坦然。历经国共战争与越战，多次在死神的手中逃离的张凤刚，相信自己最初的选择能够真正发挥所长，用在最需要的地方。都是我们都是都同一辈的人啦，都是经过苦难的嘛，哦，后来又到了越南看着他们战争，那个战争都看着了，也是很惨烈的，看着他们都是也是年纪现在都去当兵去了，一是老的老在不由的留了家里面，我看到这个东西是哇，可是就跟我经历很大。在越南那次，他们那个虽然是一次逃过到过一劫，跑到的那个亲生儿胎回来，我说跟我去的这个，所以这个经历都是感觉到哎，在这一方面做的话，都是还是蛮有意义的。我有这个专长，到跑到那边去，给他能够去走点有意义的事情是，这一生真是很难忘。尤其这个慈济啊、医院里啊，给我这个机会，真是我相信一路走了，真是啊，真是啊，福田真是充满了这个欢喜啊。对不对？哦，那个小铁匠哦，那要下要过水哦，哦，那哎。
那七天我跟你说啊，昨天下了一天的雨，那个水位不会很高。但是今天是最后一次王者，是不是？这是最后一次，不过是另一个阶段开始嘛。另一个阶段开始。对对对对，对。还会回来。好 ，OK， 好，我这。这个对是这个社区访问，除掉慈济花莲慈济中医院啊以外啊，在这个地方是我们是这个玉里地区是第一个做的。除掉就是大概是偶尔一两次，加是大的的那个大台风啊等等停掉以外，几乎我们就是风雨无阻，我们都是有出去的。好像今天这个天气，我们都要出来，对啊。所以今天下雨这种天气算小。这种天还是这个，对对对。因为有很多那个有的菩萨真的他们一直盼望我们去，对，我们去看旁的个安东啊，他一说，哎呀，张医师，你们很久没来看我了，是不是给我们忘掉了？从1998年开始，13年来，张凤刚医师翻山越岭到乡间王诊，足迹遍及玉里、卓溪、富里、瑞穗等20几个村落。如今已届81岁高龄的他，上山下海都一样是步履沉稳，步步走得踏实。是这里下去吗？小心啊 ！OK，OK。Okay. 我们要在哪边走啊？这里走啊？对啊，这是对。这个频道。对。OK。本家 ，Hello，Hello， 老张，嗨，你好，张先生哦，早，你好，你好，你好吗？啊，李秘书，好吧，好吧，好，啊，好了，好了，好了，啊，你好久不见你了哈，现在怎么样？这个脚呀，有一点痛，有点痛，是呀，我给你看一下哈，哎呀，主攻呀。哇，这是那怎么没过来呀？你这个关节啊，不是风湿，不是风湿，是退化了，是关节。哎，关节退化，关节也。哎，妹妹，我怎么这次要来看看你了？过了年来看看你，对啊，就摆上来啊。哦，牙齿没了，吃东西的牙齿都掉了。没有烂烂用葱，你对呀，给你听一下哈。一句温暖的问候，让今天只有10度低温的山谷里，不时回荡起阵阵的热情欢笑声。来自对岸不同的地方，却相聚在千里之外的台湾后山，他乡遇故知，彼此相知相惜，互道珍重。大姨，自家保重啊！好了，拜拜，拜拜。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拜拜拜拜拜拜，再见，拜拜。我认为是这样子，人呢，这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嘛，尤其你这个站在医疗方面的、医务的方面，我相信应该是这没什么条件的。你不能说啊，因为要先你到哪里去，我要条件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没考虑到这个要求什么东西。我最近基本上面我已经有了。我何必再去强求要整个晚的要求呢？对不对？
人的话，你没办法满足的。你假设要看到经济方面的话，你要追求金钱的话，那你没满足的一天。到了，哎呦，来，怎么样？你们怎么样？没，滑的，小心，滑了，这个车子鞋子滑，太滑了。你头有撞到，没问题，没有问题了，这交给你啊。好，辛苦了嘞。啊，没。衣服都湿了呢，这倒没有问题，我是怕。不好意思，没有没有，打最后一天，花掉的吃愁了。毕业旅行的，吃愁啊！也要让人家看一下你多辛苦了，这是不是？有没有受伤的地方？没有，很好。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够做到啊，付出啊，到最后那一口气啊，这是人生最幸福哦。张贝贝他是退而不休哈，哎，他还会继续在我们慈济的这个菩萨道上啊，继续的这个哈走下去哈。上人赐给他的法号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他的法号叫做啊，他济刚就是智公嘛哈。那个88年，1999年的3月15号的，就是因为这个慈济啊，这个接受这个红队的，由那个开始的接触到慈济文化，开始啊，改变了我这个后边十一年的个人的理念。什么说今天呢？我是虽然是离开了这个大家庭，人虽然离开了，我这个心都是留了这个地方。心里啊，当时没很难舍，所以走到红绿灯一等，我说：“哎，李四，再看到我这样想，哎，张医师，你要常常回来哦。”我说：“他当然我是常常回来，所以这是我的娘家，我不会忘记的。谢谢，这是谢谢。这么爱听吗？要听。退而不休，老兵不死。1949《大江大海故事》里的其中一位少年。如今已白发盈须，在一甲子的台湾行医路上，他已转身离去。然而他所留下的烛光，已经在偏远山区照亮每个黑暗的角落，温暖每个病患的心灵。